国米在上个赛季获得意甲第四，也同时获得了参加新赛季欧冠的机会，而这也使得国米高层加大了引援的力度。到目前为止，国米已经相继签下七人，即便不签莫德里奇，他们也能排出多套阵容。国外媒体露天体育看台就列出了国米新赛季可能派出了四大阵型。国米新赛季阵容以非常豪华露天体育看台认为，国米可以派出352阵型。门将位置汉达诺维奇的主力位置不可撼动，而三位中卫分别是什克利尼亚尔、德弗里以及米兰达。中场五人中，福尔萨利克主打右边路，而埃萨莫拉踢右边路。中路三人是布罗佐维奇、加比亚迪尼以及纳英格兰，而两位前锋分别是马丁内斯以及伊卡尔迪。同时国米也可以排出343阵型，门将位置外加三名中卫与352阵型一样。中场四人分别是由左到右分别是阿萨莫拉、纳英格兰、布罗佐维奇以及福尔萨利克。前锋线上凯塔以及佩里西奇踢两个边路，而伊卡尔迪则是球队的中锋。国米也可以踢433阵型，汉达守门，德弗里以及什克利尼亚尔组成中卫搭档，而左右两侧是新援埃萨摩拉以及福尔萨利克。中场三人是布罗佐维奇、维希洛以及纳英格兰，前场三叉戟是凯塔、佩里西奇以及伊卡尔迪。当然国米也可以踢经典的442阵型，门将位置是汉达，四名后卫与433阵型的后卫配置一样，布罗佐维奇以及纳英格兰担任后腰，而左右两侧是凯塔与佩里西奇，前锋线上伊卡尔迪以及马丁内斯组成双中锋。